我非常佩服现在躺在医院那个，真的是，我现在每天为他祷告。躺在医院谁？哎，我非常佩服，非常常常聆听他意见，叫施明德。哦，施明德现在在医院了。年纪大一点都认得他，年纪轻的人都不认得了。哦，年轻人真的不认得施明德吗？施明德是叫做台湾的满杯了，都认得。他是真正的台湾民主运动推动者，两次坐牢，都是因为得罪国民党。杨老师看一下这个历史照片。这是你吧？哎，对，哎呦，这么快就出来了。当初红三军他就为了倒扁嘛啊，那个时候民进党的陈水扁贪污他太太了，主要是太不像话。他号召倒扁，这个就也是我也是被动，他把我就做他副总指挥这样。那他坐了25年牢，我为什么常常请教他？刚才我讲的是。跟起有一些选举的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是长期的民主的追求者跟威权的抗争者，他为了抗争威权不顾生命，他判过死刑。我为什么找葛老谈？因为他是我认得最有远见的政治人物，退休了，当然现在80，他跟我同一天生日啊。那。他，我有时候好奇他为什么这么有远见，我就干脆问他，我说 Norrie 主席啊，这个他的大家都叫 Norrie 啊，你为什么每次都看事情看8年10年往前看？这个你从哪里学？我也想学啊。对不对？我只看着1年2年未来。你看，我跟他讲2年，我只能看跟赖清德先分析你要面临选举1年半以后你会面临什么局面。我最多就是1年1年半嘛。他讲，你知道他给我什么答案？施明德，他说你只要坐过牢，坐20年牢，你每天坐在牢里，你能想明天的事吗？你能想明年的事？因为明年还在这里，你只能想10年、15年以后，国家会怎么发展，世界局势变什么样子，然后我该怎么做？所以他习惯10年、15年的想，慢慢，他就专门就往前面去想。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多人专门就做这样子的事儿了。所谓专门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习惯性的，他读史，他亲近皇权，他都要往前去想，不是为他自己而已，而是为社稷。所以我为什么追随这位？所以也要一起坐牢吗？因为这个人很常常被他这我这一点没佩服他，就是因为真的，我如果生在他那个年代，他比我大十几岁，大十，生在他那个年代啊，我可能没有那个勇气，我必须老实讲，我没这个勇气，我去抗争蒋介石，我去拼命，然后我甘心乐意坐牢坐15年，再坐15年，再坐10年这样。那个是要上帝给的一个心智跟一个力量在你心里头才可以。就像我也很佩服德国那位神学家，20世纪大战爆发了，他明明人在美国，叫Bonhoeffer，我们台湾翻潘霍华，德文是叫Bonhoeffer，他明明可以不要回德国，他回去。参加一个抗希特勒组织叫 Abwehr 抗暴，20世纪大战前大概几个月被逮捕，在希特勒被不晓得被炸死，总而言之就结束了战争前几十天被吊死。这就是我最佩服的一位基督徒，他真正的跟随了耶稣十字架的这条道路，可以说完完全全没有顾自己，一心一意的只想的社会大众的需要。他可以安身立命在美国，
他又聪明又有能力，他爱怎么个人发展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可他就有这个勇气。我自己在这方面我自己知道很惭愧了，我没有，如果我现在那个时代，我可能我自己想想，我可能有点怕，我可能不会有做这种事情。你一生从政有做过什么后悔的事情吗？让你后悔的？其实也不能用后悔，就是觉得可能可能当时就像柯批，我不能叫后悔。可是，所以我为什么在帮赖的时候，记者就问我你以前帮柯批，现在帮赖？我的回应是说，我跟柯批是媒妁之言，因为人家介绍的，所以因误会而结合，因了解而分手，这样的是这样的情侣，是这个婚姻，这个是像这个有些婚姻是媒妁之言，就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那可是赖，我是交往过一段，我认得这个人，正派。所以现在处在什么阶段？处在一个我们俩已经相好一段了，这样对啊，好些年了嘛，我们已经相好一段，我已经认识这个人了。当时我真的不认得柯批，我只是因为他是个素人，他又台湾医生，然后上课，然后接触，这个人反应很快，就表示这个人学习能力还蛮强的，这都是优点。可是我没有认得他的本性，爱说谎，而且个性非常不好，他看不起有些人。可以举例吗？啊，我真的不想举例。不想举例，你常常一直说他爱说谎，因为我说不出口。我举例来讲，他怎么蔡炳武大他都晓得是谁吧？是，跟着他工作了半辈子，对不对？是。你知道他怎么讲蔡碧如？怎么讲蔡碧如？这就是我一条忠心的狗，最忠心。我叫他咬谁，他就咬谁。哇哦！当我听了这个话，我当然就觉得人家跟这么忠心耿耿跟你，你怎么这么说人家？这个性就不好了。是。这本质不对。然后他说下来那说一大堆。要不是我，他一个护专毕业的，怎么可能在医生面前可以教什么叶克膜，他还可以讲课？要不是我，你看那，就说人跟人相处，就算是不熟，也不能这么说，不是吧？是。所以你说他最近讲那个，我一听别人都。最近不是有一个媒体人访问他吗？叫你说范奇斐吗？哎，范奇斐。你叫我看，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。那个女生就访问他，你不觉得他后面自己吓了一大跳？他不认得柯批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的评论就是他吓了一跳，他完全不相信，不晓得柯批居然是这样子的人。这个就是现在的柯文哲，就是说非常多人，如果你不跟他交往认识。你不会了解他真正的人，因为他要有一个，他是很聪明，他是很能干，他很认真，可是他对于弱势，你看他最近讲的话，我们为什么要有社会福利，是因为我们怕他将来怎么什么去杀人啊，是犯罪啊，这话，这社会福利搞了半天是这个原因，你怎么会不瞧不起这一群人呢？太多了，我要讲的话，我可以讲12个小时他的故事，哇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之所以就这样子说，主要原因只是要说明白我为什么现在完全不能跟他共事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以后，那个我曾经在媒体上讲过，他居然这样子对付，啊，我就跟他再也不往来了。他打电话找我，我也不理会，因为他做了市长，他偶尔还会打电话给我，问一些问题，我就不再也不理会他了。
要是您自己是算是外省的第二代啊，身为外省族群，而在台湾您是在南部出生，我看你很我在台北生台北长，我读的是附小。你在高雄？对啊，我就在官邸生的。那你在？我就在那个士林官邸。那你跟高雄也有很深的渊源，对不对？我是回来教书，中山大学是中央大学刚出来没多久，那一个学校要同时聘两个教授不容易。我先到了中山大学，我太太随后就到了中山大学，一年以后，那我们俩可以在一个，然后学校还有一个宿舍，是，哇，在半山腰那边看海，这边是寿山，环境非常好，我养条大狗，那，所以我就在中山大，所以我那个时候跟高雄，我在高雄就待那么多，所以我在高雄，置产，所以我就是。您看哈，您自己的背景，杨老师跟赵少康，跟韩国瑜，其实你们有一些相同的背景。可是，如果在看未来，或者是在国家的一个主权、两岸政策，某种程度是势不两立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？我们就拿共产党吧。我们那一代的人从小教育就是反共，我想应该大家都想，这就是反共嘛，核心嘛。反攻大陆先不要讲，那个只是一个口号嘛，为了要鼓励大家反共嘛。反共的原因很简单，暴政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多次在中国拜访家庭教会，跟家庭教会的有一些牧者、信徒座谈，我也因为我其实我十几年来二十多年了，应该是。我自己家里我自己带一个神学班，那是我除了法律以外最专注的，就是基督教神学。我也在教会讲道等等等，所以我也在中国我就去会拜访教会，都是地方教会，我不去三自教会的。三自教会就是你们到中国城市里面你们看得到聚会的地方，家庭教会都是看不到的，他都在家庭教会不太听政府的，可他会被搜捕，他牧师会被破坏迫害。那所以我主要的，我到现在这个核心概念我没变过，所以我早期可以跟蓝军在一起，也是基于这一点嘛，就是说那是一个就不管是中国不中国，我那是一个残暴的政权嘛，那个残暴的故事从小到大学一大堆，虽然我后来知道国民党给我们的宣传有一些是假的了啊，可是共产党的确是残暴，我后来亲身经历也发觉到是如此，到现在对于宗教自由的迫害，对于你看看最近这半年好了，好吧，你看习近平怎么对付他自己的亲信外交部长，哎，都做到外交部长的亲，那个人是他的亲信啊，秦刚，还有什么国防部，还有他的随护，那个中央警卫局的有一批人，还有一批人死无下落，这种国家你能够去居然还能够谈统一，这不是太可笑？好，就算不谈统一，你也不能信任他呀！我老天，他是一个靠统战谎话起来的政权，他在全世界都现在都是如此啊！他没有真话吗？你有听过他讲过真话吗？哪个人给我举个例子？那这样的政权你居然还可以跟他谈判，然后还要九二共识，你相信跟他签和平协议，凡是这样子主张我真的不能接受嘛。我当然我甚至于跟赖讲过，这是我给他建议，我希望他将来也能做，欢迎台湾的各政党合作来谈真正符合台湾利益的有共通的两岸政策，他
台湾不团结，对付中国会很困难的。台湾一定要团结。做总统的有个责任，要团结2300万人，大家都可以争。可是，台湾在外交国防上一定要有一定的共识，比如说现在的共识叫做中华民国吧。嗯，在台湾，在台湾嘛，这个这一点至少各政党应该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，那就好。再一个，在有的共识上慢慢来，寻求更多的来结合各政党，这一点我希望赖英德将来能真的继续做。然后呢，友善的对待中国人跟台湾人的交往，这个没关系，只要不含目的就交往嘛，旅游、探亲、结婚，都可以，不必恶意对待。所以你看，他是最早提出来的人之一吧。现在虽然对其他国民党他们的立场不一样，就是大陆人读书就给他建保什么关系呢？嗯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不能给所有的中国人这个，因为他们可以来那么大一批人，我们就惨了嘛。可是他们来读书会生病嘛，当然应该给他建保，这是一个人权嘛。所以这一方面就是说，两岸的东西迟早可能会面对一个很严峻的啊双方的，可是台湾一定要了解到你面对的是谁。老有人讲说，好像他当选就不会有战争，他当选就有和平，这个真的我只能讲真的是天方夜谭，太幼稚了。嗯，流氓要不要欺负一个女生，跟这个女生穿什么衣服没关的，是那个流氓当他觉得你没有防备他就来了，当他觉得我给你打一巴掌你就投降了他就来了，可是当他知道你会誓死抵抗，而且你还有很有力的一个警察朋友，当然美国不应该叫警察朋友，你有个很好的朋友包括我们日本呢，现在你看看这都想办法让国际上来帮助我们，就是我们的邻居帮助这个人，流氓就不容易来欺负你嘛。所以重点一点不是你的善意，重点在他的恶意，因为他的国策是要解决台湾，那对不起，那你先解决你自己的民主法治。嗯，如果你变成民主法治国家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。哎，让中国老百姓再决定要不要跟我们这个民主法治国家合在一块儿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，那就大家来决定。所以民进党有一个条文叫做什么，就2300万人的前途由2300人决定。就这么这个基本原则，就我们大家一起决定，我一点都不反对。如果真的台湾人决定要跟中国合在一块儿，那我也必须要接受这个民主结果。是，两岸政策在这场选举非常非常的关键，很重要，攸关到台湾的主权。尤其在这场选举当中，国际间都高度重视，究竟的民意会怎么去呈现？如果有候选人打出的是一个和中或亲中的一个政策，那接下来要思考的是，在这样两岸关系底下，接下来的国防战略会怎么去走？那如果在和中亲中之下，会不会回到2008当时马英九前总统主政以下的那个两岸关系？